时候是开刀，开刀是切开腹膜的时候，脓液都出来了。我阑尾大概10公分的长，直径都有，我可以说就有大手指头这么粗。当时打过以后，没有什么缓解。我们医生生不起病，如果我们生病了，其实好多病人都在等着，有时候心里面也会替他们着急，也想急着把他们手术赶快做掉，把他们病看好。